14题，酒、醋、酱油和乳酸饮料都是生活中常见的发酵食品，请依序找出制造上述各种发酵食品所需要的菌种。我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教过了，酒的发酵需要酵母菌，醋的发酵需要醋酸菌，酱油的发酵需要曲菌，乳酸饮料发酵需要乳酸菌，所以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答案。第14题，请依序找出制造上述各种发酵食品所需要的菌种。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酵母菌、醋酸菌、曲菌、乳酸菌。